然后呢，榴莲呢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以前有拍过戏嘛，在拍戏的时候，那个戏里只要和那个女搭档啊有这个搂肩膀啊或者牵手的画面，然后我的粉丝就会在弹幕里，就像咱们那个爱奇艺弹幕里吧，说这个刘宇宁把手给我撒开，回家给我跪榴莲啊，就这个。前段去就只要一有牵手，满屏都是那个弹幕啊，榴莲嘛。最后一个是西红柿啊，西红柿也就没有我们特殊意义，因为我很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。请您总结一下您自己的这装风格。其实都还好，我觉得牛仔裤穿的比较多吧，我喜欢穿，就我很少穿那种料，就是那种像西装那种裤子很少穿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不太舒服，牛仔裤比较舒服吧。然后再就是我就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凡是穿衬衫我都会把这系起来，把这系个这个小蝴蝶结啊。其实很多粉丝问我说这个蝴蝶结怎么系，您哥教我呗。其实没有什么，就是交叉系就 OK 了。就请说说最想表达给种植的三种东西，黄瓜，然后榴莲，然后西红柿吧，这个黄瓜吧，然后因为人家都是那个什么，人家我经常跟我粉丝开玩笑，我说人家都是小鲜肉，那个偶尔看看我这个老黄瓜也挺好啊，就是比较。但我说这个话的言外之意，就希望你们我不直播的时候，不跟你们互动沟通的时候。你别跑了，一定要就是还得念叨我啊，别到时候我不直播的时候看别人去了啊，看别一群看别人直播去了啊，那我在心里会非常难过，我就拍戏都拍不好，心里不踏实，感觉我的朋友被别人抢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就是很有点这个很霸道的感觉啊，就感觉我的粉丝被人抢走了，你是我的朋友啊，别人抢走了，哼。穿得很帅，很这个小妆化得很无瑕，所以呢就底打得特别好啊，也没脱妆啊，脸也不那么黑，然后呢那个所以就整场就整个人都自信了啊，笑的都很自信啊，就是整场很自信。除唱歌以外的决定，您会表演什么？这个我想说，要就看粉丝想让我表演什么吧，你问他呗。像比如说想看我跳舞，那我就跳舞；想看我唱戏，我就唱戏。还是问他们。你的摩登兄弟的英文名为啥？是不是摩登兄弟？我靠，真真心中一堆币。你哪个大学的？就是英文啊，英文摩登 brother。哇、wow. 哦！清唱啊。清唱什么？现在心情。OK， 现在心情啊。方式反反复复，一幕一幕是又是，靠维持换位置。感谢你曾经来过，就算你是个过客，我也无法割舍不得。我说的每句话。